来，不醉不归。今晚这酒，姑也不能白喝。姑给你准备了一份贺礼，小燕子。 王兄准备的贺礼，臣弟倒也好奇，可别太贵重了。晋王殿下，这是断气散，你只要服用它以后，一个时辰，你就会断气。 等到使我会派人把你送出府外，等你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远离义气城了。<笑>王兄准备的这礼物，甚是别致啊！王帝，切记，珍惜身侧良人，莫辜负。自然。 该怎么做，你们知道吧？微臣明白，太子放心。快快快，贴整齐一些。哎，还有这儿，去拿一个抹布，把这都擦一下。哎，好，摆整齐啊。啊，好的。哎，这边，哎，好嘞。 嬛儿啊，嫁入王室，在外人看来是件光彩之事，但在为父看来，从此以后，你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啊！你当处处小心，切莫风头高于他人，以免招来妒忌啊！爹放心，嬛儿知道。 从小，你娘去世的早，为父把你拉扯大。不说了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别哭啊！大人，吉时到了。 爹爹的养育之恩，嬛儿无以为报。但求爹爹，从今往后不再为嬛儿操心。嬛儿不在的日子里，爹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嬛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小心小心，局长局长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小心，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哦，来，小印子，你们先下去吧，交给我了。嗯，下去。有劳娘娘了，奴才在门口伺候。下去下去。哎呀，好吧，快快快快快下去下去。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走远一点，快走啊！君上，下跪妾身了。妾身一听说有刺客行刺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太妃今夜有备而来。哦，其实本殿也是担心君上的安危。要不是太妃带兵赶到，今夜这一棋怕是要易主了。出啊！呀呀呀呀！撤！君上言重了。太妃今夜辛苦了。送太妃、灵妃回去。君上，那蛮人姑料到今夜会来，让你提前设防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好在丑妃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君上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。
带影卫封锁城门，严加搜查。另外告诉丑虎，别放松边塞。是。我的血来一纸狼图，可是你呢？他平脚下艰险，甘愿为这一切全是你算计好的。你知道蛮人会在月圆之夜来行刺，而你把我故意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我的血。能够不让你在众人面前毒发，保住你的地位。不是，你听姑说。我不听。刚刚情况危急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天下大乱。你为什么不爱我？臭情理！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想利用我。不料到今夜会来，让你提前设防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好在丑妃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缘来缘去啊，咫尺变天涯，不能挥别，辜负了年华。若像诗句，想唱给你；若再相遇，必定心意无力。这一切全是你算计好的。你知道蛮人会在月圆之夜来行刺，你们来的倒是挺快，而你把我故意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。为了我的血，疼吗？能够不让你在众人面前毒发，谁人有知听远声唏嘘，今生遇见你，万世皆欢喜，无悔的回忆，别轻易忘记。像诗句，想唱给你。若再相遇，刚刚情况紧急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天下大乱。你爱我，臭情理！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想利用我。君上，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吗？君上，你不离不弃，你可知告诉是虚伪，让他马上接我走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城上下都在找你？怎么？你怕我拖累你？那我走便是了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怎么走得出去？你等着。你在这多待一刻，就多一分危险。走，我杀出去。别，何人夜闯逸轩院？娘娘，属下奉命追查刺客，刚才发现刺客往娘娘寝院方向逃窜，为确保娘娘安危，还请娘娘恕罪。本院今日疲乏，加上方才在龙贤殿受了惊，回来便休息了，没有见到什么刺客。看来魏大人还是不信。可是你们一群人搜院，着实不便。这样，本院只许一人进入查看，魏大人也好交差。谢谢娘娘体恤。叨扰娘娘，望娘娘恕罪。本院累了，退下吧。是。魏大人还有何事？娘娘的手。方才在龙贤殿一片混乱，不小心伤着了。当心伤势加重，娘娘还是尽早处理为好。属下告退。撤。太妃息怒，若本殿当时同意与他们联手，恐怕本殿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。不过太妃娘娘，您今日亲自带兵过去，实属走险。万一君上假如真如蛮人太子所说，吕敖今夜必死，那彻儿到时候便是一骑君上了。但是一旦蛮人太子失手的话，就会是现在的局面。那本殿便是带兵救君有功，虽然对于本殿来说两者都不吃亏，不过本殿还是想达成前者。
回去吧，你我身份有别，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你没事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？有些事不需要亲身尝试。哎，我不管，既然有了肌肤之亲，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任。无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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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极。娘娘，什么事？听闻昨晚染溪院出事儿了。怎么？丑娘娘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千真万确，丑娘娘不知所踪。君上可知道？应该不知道。染溪院的人口风很严，也是昨个在府中四处打听，才走漏了点风声。估计他们也怕把事情闹大。这府里都找不到，人还能去哪儿呢？怕事情闹大，去一趟善泽殿。本院要约太妃赏花。是。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呀？君上到。给君上请安。一大早慌慌张张的，忙什么呢？奴婢。说。娘娘从君上那里出来后，就一直未归了。奴婢们从昨夜到现在一直都在找娘娘，但是没找到，求君上责罚。立即让魏巡全城搜寻楚妃。是。退下吧。是。到底去哪儿了呢？
你不问我发生什么了吗？有商量就让他结吧，别老去戳他。师兄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不想留在一起。怕是你现在想留也留不了了。怎么了？追捕的人快到了，赶紧走，快！出城了，贝巴，君上，万万不可！没有设防，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敢抗命？君上，按计划。刘瑶现在应该已经追出城了，怎么脸秋还没动静？你心里面很难受吧？妾身不明白太妃的意思。其实在这王府之中，妃子们争宠斗狠是再普通不过的了，但本殿觉得身为府中的妃子，有些事情你不能计较太多。妾身就是想不明白，这丑青离既然已经逃出城了，君上为何还要偏袒他？娘娘，可找着您了，娘娘。放肆！太妃面前大呼小叫。无妨，让他先说吧。说吧。君上，君上得知丑娘娘出城，情急之下只身出城了。吕敖出城了。您看君上如此偏心，你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。太妃，你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。要是君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那妾身也不活了。先起来吧，这件事情只能等到丑妃安全回府之后才可以处理。本殿现在有些累了，要先回善泽殿休息。妾身做主啊。米七七，吕敖，这次出了城就别再回来了。灵妃今日突然邀娘娘逛花园，实则是想把您往丑妃那儿引。其实妃子们争宠的事儿不足为道，不过知道吕敖只身出城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云锦，你快点去告诉彻儿。是。王兄，是你给我的机会，不要怪我。师兄，我跑不动了。这怎么？行了，谁打的呢？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快走吧，七七，快走。师妹师兄，好久不见了。三生花，七七你快走，我拖住他。走？就凭你们俩？你快走。师兄，师兄，七七你快走。要走一起走，走了我才能撒手对付他。
你在我会分心的，快走。师兄，快走啊，琪琪。你有没有伤到？让姑看看。我不用你管。青离，跟姑回去吧。回去？你还想怎么利用我？楚青离，我既然出来了，就不会跟你回去。抓住！